家好，我是刘子睿，我来自北京，中国，我现在在波士顿大学读书，下个学期我就要大二了，我的专业是传媒里的广告学，辅修是社会学。Hi everyone, I'm Gloris, and my Chinese name is 刘子睿 I'm from Beijing, China, and I'm studying in United States. I am rising sophomore in Boston University, and my major now is advertising in communication, and my minor is sociology. 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国内的同学，联合国对于我们都是一个很遥远的，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因为我们可能只是在新闻联播里看到他们，然后看到领导人去了联合国，他们开了一些会，做了一些很重要的决定，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对于我来说，我对他一直特别有很强的好奇心，我想知道就是领导人在里面怎么开的会，他们做的哪些决定会影响我们整个世界的发展，然后我也通过参会，与他们进行了，在我感兴趣的方面进行了交流，所以在联合国里面，我真的感觉它是一个不分国界、不分肤色，一个特别和谐的地方，然后也让我，就是有点重新发现自己，真的就是喜欢参与到世界，比如说世界的决策中，然后在这么一个很友好的平台里和各界的人一起做事。我觉得我们就是来参加联合国实习项目的同学，从高中到到大学，再到硕士甚至更高的学历，然后包括我们老师们，然后他们都是有不同的教育背景，然后生活经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都互相不太了解，但是通过两周虽然说很短，但是我们在平时参会啊，然后参加各种活动和 workshop 里头，我们慢慢的认识了彼此，然后我也了解了就是每一个同学他们的长处，所以就是在参会之外，我觉得更多的我也向他们身上学习，然后发现自己的一些不足，然后今后会弥补。刚才我也是，我觉得老师特别的友好，然后他们也都有不同的就是教育和生活背景，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像是朋友一样，没有特别多的就是条条框框，然后大家一起聊天都非常开心。然后朱莉亚还给我改了自己的我的简历和申请信，所以我觉得对以后我的职场和生活都特别有帮助。然后和 Emma 交流，然后也能让我重新定位自己，让我更了解自己兴趣点在哪儿。然后每个 workshop 的老师都特别认真负责，然后也让我明白就是在美国上学，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上学，对于自身可能软实力的提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通过每个 workshop， 然后我们做了公共演讲，然后领导力等等，我觉得总结来说就是最大一点我收获就是如何和其他人交流，如何建立和他们建立友好的 relationship， 然后这一点可能就是不同于生活中交交朋友啊，大家一起吃吃饭啊，但是可能更重要的能应用在之后的工作中。然后之前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有点胆触，就是碰到比如说来做讲座的嘉宾，我可能还是不太会怎么跟他们建立一种关系，但是到最后参加了几次会，然后和 workshop 的老师听了他们的经验之后，我就和其他就是在联合国里面来做讲座的人，我就特别自然的就是参加完会就能和他们立即交流上，然后问一些我的问题，然后有时候到最后就是参会的时候说有 Q&A part， 然后我就能特别勇敢的举手，所以这是我一个我觉得自身来说特别大的提高，就是能让我有一个更多的定位。其实我之前一直对自己的定位不是很清楚，我觉得我对很多事情都有热情，但是对于我之后真正要做什么我还是不是很清楚。我觉得联合国实习项目带给我的不仅是就是一个平台能让我认识各界在不同领域里的专家，让我更明白我其实对于
社会，就是尤其是底层那些不平等啊，还是非常关注。我希望以后我有机会能在就是自身提高的同时，也去帮助社会和世界变得更好。我觉得首先环境就不一样，在联合国吧，毕竟是全世界只有一个联合国，然后还是在纽约这么一个大城市。之前我做的一些实习可能就是时间上可能相对或短或长，就是我觉得两周时间就是实习项目是特别好，就是不会让你感觉到太枯燥，但是就是能让你了解到联合国是怎么运转的，能让你参加到会议里头，让你了解自己的热情，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和其他实习项目不一样的。第二点就是如果你，我觉得现在就是全球化，就是大家都想要出国学习，那么在纽约这里头，纽约人是非常包容的，就何况就是我自己在波士顿上学，我觉得波士顿人和纽约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纽约人就是包容性非常强，他们文化的包容性特别强，所以就是你可以认识到特别多有意思的人，不管是在我们的项目内还是项目外，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我觉得其实听到这个项目的人都可以来参加，比如说我参加就是是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定位还不是特别清楚，参加完项目之后我就觉得可以把帮助别人这一项，就是让世界变得更好，就是以后融入到我的工作之中，会更 focus 在这上面，就是有点像回馈社会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比如说学的专业即使不是关于国际关系的，你也可以来参加联合国，因为这里面有不同topic 的会，然后里面人都特别好，所以你就可以真的就是提高自己，知道怎么和人交流，然后就是更自信。